Hello， 瑞瑞瑞，我是您和李弘毅老师的小粉丝。长话短说，东北话讲挺好。希望您和李弘毅老师早日顶峰相见，继续把酒言欢。还有，我很期待少哥二，谢谢。不是，嘿嘿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小内波好好吃哦。小内波，真的，我们在笑小内波。小内波，为什么？鞭是写给我的，鞭是给我的，我要把它，我是给你的，我是自己剪，我是给你的，那是我的，怎么这样？那是我的，好瑞鹏，感谢小老师演活了雷无杰。最近的快乐都是小老师的搞笑视频带来的，娱乐圈活人，希望能一直这样的热情快乐下去。兔，李弘毅老师，就是说希望你多多拍戏，然后越来越好，看见你好，真的会很开心。Oh my god！ 期待你带来更多的角色，会一直支持你，喜欢了3年多了耶，我相信还会很多3年，一起加油哦，冲冲冲！LY23，谢谢你 LY23。不是你机车的，我都浑身起。小色女装绝美，绝美，美。但我还是忘不了那个深入人心的倒立系统。纵使壮志，少年歌行，非会员收官，弹幕已破350万。那李弘毅老师可以完成一下这位粉丝的心愿吗？可以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哈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哈348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收官了哈。真的吗？到后面350万的时候早就已经下，我不是会员未收官呢，大会员已经350万。可是当时立的 flag 说的是会员收官。你有说这句话？我有说吗？你整个在狡辩。我没有在狡辩啦，你要相信我好吗？下一位。